粤港澳大湾区理财通短期内将会实施，让包括香港、澳门和大湾区内九个城市的居民可以跨境投资区内的银行的理财产品，拓宽区内居民个人投资、跨境投资的渠道，为大湾区的财富管理业创作庞大的商机。事实上，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将会是香港金融服务未来大有可为的发展范畴。此外呢，债券通的南向通的试点也已经准备好，不久呢也可以推行。此外，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保险、风险管理等，我们将于今年中推出绿色和持续金融资助计划，资助合资格的债券发行人和借款人他的发债的开支。特区政府呢还会定期发行绿色债券，未来五年预计呢我们会合共发行大概1755亿港元等值的绿色债券，其中呢还包括部分呢是零售的绿色债券，推广市民对这个绿色经济的认同。